憾，是谁的粗心忘了带走时间的悲哀。我应该默默等待，等待命运的安排，还是摆脱宿命的轮回，将枷锁打开。春已不来，三月的桃花不开，为何那等在季节的容颜是如此无奈。也许人生就是这般，这般让人难以释怀，也许坦然面对着